其实应该要在更前面的时候，应该就要帮助球队有这种表现，因为球队那时候陷入比较低迷的时候，如果自己那时候可以也是把分数像今天这样，其实球队运作会更好了，对吧？就觉得有点慢了，但至少下半季刚开打，然后就趁这次机会，然后继续维持，然后帮助球队的。现在之前到现在也到两个多礼拜没有丢先发了，然后刚好明星赛那一场丢的感觉又还不错，我说把那感觉拿回来季赛的时候丢，比较不会像之前啊，就是担心被打安打或是什么，就是对自己的投球会比较有信心一点，也不会说哦，因为可能被打比较强劲，然后自己就是说投比较散，担心被打长打，就是也是相信自己，然后相信队友这样，然后就是勇于去对决这样。第五局准备要上去的时候，在旁边传球，传球好像脚开始就是比较多地方快抽筋了，因为也差不多两个多礼拜没有先发，然后到了场上之后丢，就想说不要管那么多，这样就是尽力去丢了。其实每一场都一样，只是说因为这场遇到的投手知道是很好的洋将，就是自己其实想说就可以不要失分是最好的。没有办法帮球队拿下胜利，然后自己也没有办法拿到胜投，这样就会比较急啊。那现在拿到这一胜之后，其实后面就会比较更大胆的去投每一场比赛，心情上面比较不会那么就是哎，好像都没有帮助到球队的感觉，这样就会比较自然一点。如果是结束了再换，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奇怪。但最后半局，哇，虽然是三分差，但又感觉很紧张，因为中信的打者不好丢。哟西，哇，来这边等好了，好不好？等好久了，差不多应该再见三阵了。穿好了，你死了吗？后来大家刚来给我穿，我把他穿风衣啊。好爽哦！爽。不知道一组，因为刚来给我做，吓到。我操！是。终于 yes yes， 不行，我第一个啊，我第一个，啊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恭喜，你都有，对，恭喜恭喜。我其实想献给蛮多人，就因为父亲节快到了，然后一直拖到现在才有机会拿到这场胜投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想要送给哲轩，就是他带领球队，然后受伤嘛，那我们希望就是。他受伤了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把他那个态度，还有所有他传承的东西，我们就是持续帮助球队，然后赢球这样，对啊。现在吗？哦吗？恭喜你多少岁？来，站好站好。热的热的热的，是啊，看过。喂，可以。谢谢，拜拜拜拜。真的还不要哭啦。不要哭，我很紧张而已。
2020年选秀的，然后那时候手断掉，然后参加选秀。很感谢富邦在那个时间点还愿意选我进来，然后等我这么久，然后终于拿到首阵这样。